因为我们觉得这个的梗太难想，所以我们只好来讲笑话。嘿，我来讲笑话。好，我讲了。有一天，有一个人叫小明，他的包皮太长，所以嘞，他就去妇产科，他就问医生：“医生，医生，我的包皮太长，怎么办？”“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”好，那我们再讲一个。好，就是你们知道一艘船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嘛，然后像船长就是负责开船，然后船上会有人负责煮饭嘛。那你们知道水手是负责什么吗？水手是负责什么工作的？有人讲答案，水手是负责关灯的，因为水手关灯。笑笑笑。对对。还有吗？一二三。呀、yeah, ，好，换我们了耶。Yeah. 好，我现在讲一下话，我们。四个对，好，先介绍我最左边这个是鼓手，一中三十七届的马维昭，一中坐我前面，哦，很大声，很大声。对，然后最右边的这个是一中三十七，不讲就好，我有麦克风。一中三十七届教学傅世聪，傅世聪，好，冷静，冷静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中三十七届的文书赵成佩，好美哦。然后我是那个风中二十届。王俊威、yeah. 啊、我们今天要带来这首英文歌 hey, 应该没有人听过，就是它是2018年的歌，它是一个 很外国的独立乐团、啊、对，所以大家应该没有听过，很正常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唱了。I didn't feel like the first.